大家好，我们吃饱饭了，一波二十，现在来拍银山温泉街，又再来拍一次啊！现在又下雪了，没雪的时候是真的比较好拍，那下雪也不错啦，比较有趣。木户左左位置。啊？哦，冒烟了。这钱有点多点，硫磺味，一点点，这都蛮漂亮的哦。啊，又在下雪，旅馆松本。这是狸猫哎，待会回房间整理一下，就要去泡汤了哦。银山温泉，从这边拍摄角度来一张，哇！停止录影。